高雄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获报，4月20日下午，44岁张姓男子在银行提领现金后，将钞票放入外套口袋，并骑上机车准备回家。途中放在外套口袋的钞票意外飞出，散落在道路上。幸好经过的民众见状立即报警，失主得以顺利找回失物，不过还是有7000元下落不明。至于能够找回21000，张姓男子已经非常感谢，